党义，违背党义，顺义民意，顺义民意，拒砍七天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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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2016公告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，民进党非有可能在今天的院会里面啊，强行的统专这一个劳基法的修正案。我们看到说，在这几天媒体上面，我们也看到了蔡英文甚至亲自下令说，这一个砍价案在今天就要通过。我们真的想问，工作团体那么多的团体，劳工团体抗争了一年多来，民进党完全没有针对，不管是劳工也好，不管是社会各界也好，提出来砍价的质疑。我们在先前也看到，包括54%的民调都已经出来说反对砍掉这七天的国定假日。但是最后呢，到今天我们要问这一个蔡政府，这一个打着社会沟通、应该革新的政府，为什么在今天还是执意的要把七天假砍掉？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多全台各地的工会团体再度回到立法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手上举着的牌子是民进党68席的委员。我们看到现在的民意，多数的民意已经站出来反对要砍掉七天假。但是在上一次12月2日的院会的时候，我们却也看到民进党寄出说，如果有委员不遵从党团的指令的话，会遭到严正的处分。我们这边问，如果立法院是一个民意机关，如果民进党打着民主进步，那凭什么要所有委员都遵从党意？凭什么要所有委员都服膺在柯建铭这一个倾向贪官的委员身上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这边话说，如果你民进党还有一点点羞耻心，如果你民进党委员还顾及说你是民选出来的，那真的今天在院会投票的时候，真的去违反这一个罔顾民意、不利台湾的党意，真的顺从我们这些54%反对砍价的民意。我们再来个口号，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顺义民意，顺义民意，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顺义民意，顺义民意，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顺义民意，顺义民意。好，今天有非常多的全台各地的工会团体来到现场，我们是不是前面先请大家发言一下？我们先请宜山总的理事长哈，同时是新一波的决心代表，我们宜山总的吕理事长来发言。我们要呼吁我们没有良心的蔡英文，还有苏嘉全，还有柯建铭，还我们七天假，我们一样喊一下口号好不好？拒砍七天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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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劳工加油，劳工加油。好，我们先让我们那个手举牌来整队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就一排，一排十个，一排20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。那个没怎样，我们现在想要让那个所有民那个民党委员名字都秀出来哈、哦。我们是不是这样，尽量一排可以拉到20个，大家挤一点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全部会有三排多，哎，三排多。然后第一排来，第一排现在说把那个对，放下一点，放下一点，对，不要自己的牌子不要被遮到，对，一个一个，哎。然后第二排就是放松一点，哎。然后第三排，大家后面比较辛苦一点，就是要把那个牌子来，
第二排低一点，第二排低一点，第二排低一点，第一排可能要稍微蹲一点点，蹲一点，第一排稍微蹲一点点。然后第二排低一点，就放在那个大概肚子这边。然后第，好，第三都不要折的，来这个，来这个放在后面。悲痛的日子，在立法院里面，我们900万的劳工的劳动权益，可能就在蔡总统的一面之失之下，把我们的劳动权益通通剥光了。这会让我们这一代的劳工，我们下一代的劳工，我们的劳动条件全面的往下修正。因此，劳团今天要在这里做最沉痛的抗议，也呼吁我们的在里面的立委诸公应该要举起我们的900万劳工这几十年来对我们台湾经济的贡献，对我们台湾所有的发展都是非常巨大的、非常伟大的。今天你不回馈报答，想想我们这些劳工的辛苦，反而顺应资本家的要求来砍我们劳工的七天假，让我们劳工感到非常的寒心。庄福凯，因此，曹参总，我真的要特别呼吁我们的立委诸公，能够体恤民意，体恤劳工在基层工作的辛苦，及我们对未来是不是有一点希望，有一点期望。希望你们不要就这样随随便便的砍掉我们的价。如果你们今天硬是顺应党意，违背民意，就二三读通过了今天的砍价案，我只能说今天真是一个劳工的悲哀日。12月2号，我曾经说过，那是民进党为了报答财团的一个纪念日，所以12月6号，我们一样，今天如果通过这个砍价日，我们就把今天12月6号定为民进党报答财团纪念日，好不好？好。民进党报答财团纪念日。民进党报答财团纪念日。民进党。民进党报答财团纪念日。民进党报答财团纪念日。民进党报答财团纪念日。如果今天我们立法院定要明年的12月6号，我会呼吁我们的立法院把它定为民进党报答财团纪念日，全国放假一天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喊个口号：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顺应民意，顺应民意，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
顺应民意，顺应民意，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顺应民意，顺应民意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桃园传统民代。我们接下来邀请竹县传统三理事长。所有在座的媒体记者，还有我们从各县市来的各产业工会的劳工朋友们，大家好不好？从去年六月到现在，我们所有的劳团不下300场的抗争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地产齐天下，大家对不对？为什么现在执政的民进党选前一个样，选后一个样，选前跟我们说绝对不喊欺天下，你们的票就是要投给我，就是对了。但是选后当选了，换了一个嘴脸，跟之前的国民党一样，就是要把欺天下砍掉，对不对？这样的民进党政府是不是我们所谓的诈骗集团？我们同样在这个地点，地产齐天下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柯建铭议员跑出来挑衅我们，他竟然污蔑我们，说我们不是劳动的代表。请问在座的媒体记者，我们来自各县市的产业总工会，难道我们不代表劳工？谁能不代表？在座的各位，即使有了也不见得收得到，这个欺天价砍掉就是硬生生的砍掉我们劳工的权益。以前2001年陈水扁上任之后，工时双周84，很多的企业的欺天价还是大，但是各产业因为轮班的关系还是有上班。遇到红字，这个国定假日19天，还是有算加班费。可是民进党政府选前答应财团，选后要兑现，今天就硬生生的要把这七天假砍掉，难道不是靠向财团？是属于压榨劳工的民进党政府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所有各县市的产业工会的代表来到这边，我们的诉求就是地产齐天下，这么明白的诉求，他们没有看到吗？没有。罔顾民意，硬是要砍齐天下。如果今天国际齐天下被砍掉，就是我们全台湾的劳工作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希望他们违背他的党意，声援我们民意。我们地产齐天下，那我们喊口号好不好？别做砍价凶手，别做砍价凶手，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善意民意，善意民意，别做砍价凶手，别做砍价凶手，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善意民意，善意民意，大家在这里抗争到底好不好？好。地产齐天下，地产齐天下，地产齐天下，大家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我们现在再邀请到水事产总民事长郑理事长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手上拿的这个，就是我们去年透过我们选民的选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。这样的待遇，甚至就在今天，要活生生的把我们630亿价值的七天假给砍掉。我们想说的，这630亿财团觊觎的这个利益，本来就是我们劳工的权利。如果财富分配，这个社会的 GDP 成长，从来没有往劳工这边来做分。
分享，我们没有多要，十九天，就是十九天国定假日，我们也要告诉在场里面的所有立法委员，我们选你出来是要你跟我们劳工、跟我们人民站在一起，不是要听那个不对的、错误的、没有是非的党意。我们想说的是，在台湾每一个劳工、各行各业的劳动条件，长工时、低工资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不然，你蔡英文的政策不会说要降低总工时，但是你今天砍了七天假，56个小时，有办法降低总工时吗？这是我们劳工不能忍受的。我们今天从北到南的串联，我们知道很多劳工必须在工作岗位上，他们站不出来，但是不代表劳工还是少数，我们其实代表大多数的劳工。我希望各位在场的记者，你们也是劳工，如果说这样一例是有加班费，你们领得到，我们当然同意。问题是很多都是看得到领不到，包括现在推出来的配套的特休，我们觉得这个政府是我们不鞭策他不会进步，他只会向下沉沦。我们要要求第一个，拒扛七天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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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顺应民意，顺应民意。我们大家继续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好，我们今天也有南部的工会啊，很一大早就搭车哈，前来参与我们的行动。我们先邀请新高市陈总，好，林理事长。大家每天大家早上大家好哈，按所有的，我是安徽高雄市来德刚啦哈，我相信，伫咱德刚，伫南部，所有的这德刚真困难。是安尼真混蛋，大家讲南部都讲都无声音，真正无声音。国定假日七天就是七天，搁要用特休假来换，这是真无公平。今日立法院如果有通过，我们相信南部的劳工一定会来用选举来和平进党接到见。我所有的各样企业劳工，我一定提出我的看法，我的声音。好，安尼你知道，这个官员会当知啦。安尼画一个口号，只看七天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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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请到南市陈总，啊，也是特别从台南上来的。各位所有来到现场的，大家辛苦。我今麦在这里跟民进党讲，阿哥，我住伫化义，惊一个，看到的，一声，是警察。将来，唔捌看过，伫化义盖低这么深严，但对付来自中国教授的工会代表，虽然咱是教授，但是咱代表是中国这个辛苦的劳工，竟然离定之道，袂记哩，你当时是安怎执政的？即用这个优势的金额，对着咱这个劳工。我非常的痛心，毕竟你民进党当初是安怎，是伫我伊用任何恶毒的个手段，暴力的手段，
来提着政权，竟然为着十二月初一劳工要来掠这劳工剃须，你当初是安怎支持太阳花协议，包括当时你知影知影啥物态度？即马你是啥物种？比较你对着这艰苦的劳工，这第一点。这第二点，我要讲民意知道，拍个板。为什么拍个板？当今以来，你是安尼把这个七尴尬取消，无法度合合上的机会拢无，包括拢听朱文家、朱文主义的头家的话，讲安尼台湾的企业、台湾的企业会出走。伊台湾的企业早就出走啊，只是留下一挂手无资源的劳工无法逃出去。既然伊提所有劳工艰苦人的票，但到底欢迎就忘了我是谁，忘了我是谁。既然针对着关系着九百万人的劳工。从大权力到计划手法，要来剥夺这个劳工来放假的权利，所以咱今仔非常愤怒，来到这来表达全国所有咱劳工的意愿。你若竟然敢在做，未来绝对绝无会放你比这种耍。要作用较激烈，是指早期民进党用到位的行为去处着政权的过程，必让你得到教训。而且我呼吁，包括咱这的新闻媒体也好，包括这的公务人员、这警察也好，相信恁相共有这种心声。这个铁杆架为什么公务人员唔免一束棒，安尼就无正义啊！而且公务人员只是少数，只是少数，安尼就无问题啊！是指这块铁杆架，伊爱分配哩，包括春节，也是其他元旦加放几天假，安尼就解决啦。竟然讲要用地条架，这个。看会到，吃袂到饱，要予咱做个劳工，讲恁安尼积极做好啊。所以咱伫遮用最热烈的态度去表达要求，你民进党若敢做，未来你就是对不起所有遮受苦者，包括来自全省的劳工。所以。现在你也只要加通过，咱大家绝对用最热烈的手段去欢迎咱劳工的心声。我伫遮代表台安市三峡总工会的态度表示，包括你代神执政的城市，所有劳工的心声，予恁立法委员知影，我的态度，感谢，谢谢。绿可七天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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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可七天下。我们最后再请劳全会军笔来问发言。各位朋友，蔡英文选前跟劳工朋友见面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如果砍七天假会影响到劳工的权益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他通过。而且他还讲，如果国会让我们掌握的话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他通过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今天蔡英文600多万的选票要对抗我们900多万的劳工，虽然他说沟通，这个沟通是什么？我们说确实会影响到劳工的权益。
我们说靠胸看得到吃不到，他不听。什么叫沟通？只能他说，我们不能说，我们说的他不信。我们实际劳动的现场告诉他，劳工是多么辛苦，他不听。我们说劳工的权益会受到损害，他不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全面执政了。小英全面执政之后，全面独裁，他勾结了财团，要欺压我们劳工，这是我们最痛恨的。因为选前欺骗我们劳工，让我们劳工的选票投给了蔡英文，他得了600多万的选票，选完之后，他要背弃我们900多万的劳工，900多万的劳工，你要用600多万来反抗吗？来，大家来喊这个口号：小英独裁，小英独裁，大田财团，大田财团，欺压劳工，欺压劳工，小英独裁，小英独裁，大田财团，大田财团，欺压劳工，欺压劳工。现在，民进党全面执政，立法院里面你看，那么60几个委员。那么上次12月2号，我们劳工用我们非常辛苦的血汗，真是血汗，流血的是我们劳工朋友。可是柯建铭在那哇哇叫，怕狼的话第五年，完全执政之后，今天蔡英文在总统府拍板，要求民进党所有的委员在今天要通过砍七天假，我们劳工情何以堪呐、啊！我们劳工因为要工作，没有办法集结到现场。他用酸的说我们这些不是劳工，说我们不代表所有的劳工。我们要用我们实际的行动，更激烈的行动，告诉他们我们代表所有的劳工。我们要呼吁所有民进党的这些立法委员，你在地方你要对抗900万的劳工吗？你要对抗900万的劳工吗？我们今天希望你违背党意，要顺应我们劳工的名义，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顺应民意，顺应民意，违背党意，违背党意，顺应民意，顺应民意。然后，我们所有的劳工团体，我们有个决心，我们拒砍七天假，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。今天不管你硬闯有过没过，民进党有一个策略。他今年先过了，因为蔡英文600多万当选，明年大家就忘了。到后年选举的时候，他又开始来骗选票。到2020年，他要继续连任，我们能不能轻易的忘记？能不能？不能。所以，我们拒砍七天假一定要坚持到底。拒砍七天假，拒砍七天假，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，拒砍七天假。抗争到底，抗争到底，拒砍七天假，拒砍七天假，抗争到底，抗争到底，加油，加油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台湾的劳工会走到这个地步，低工资，韩国的薪水是我们台湾的2倍，这里面牵扯到很多的问题，这是我们国家整个一个很多方面的失败。砍七天假以推行一休一例，这都是很小的格局，台湾为什么会轮到今天这么小的格局？我在这里提出几个，第一个就是企业主，企业主的素质，政府有没有去关心企业主的素质？也就是我们台湾大大小小的领导人的素质有没有去提高？另外，我们台湾是低工资，劳工的素质，政府有没有全盘的规划，能够跟国际上的劳工竞争？当然了，这也包括台湾老板在国际上做一个竞争。另外，我们的教育政策有没有不足的地方，造成今天劳工的薪水低，台湾的企业没办法竞争？说实在的，台湾已经是低工资，电也不贵，
水也不贵，油也不贵，那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低工资的国家呢？好，我就是强调这一点，我长话短说了，我就不再说了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小格局、小眼睛，往整个前盘的规划。今天最后就是行政院长，你取消七天假跟退休一例一休，你并没有向全国人民做一个报告，这是一个院长的失职，更是总统的失职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我希望大家由这次砍七天假以退休一星一例，大家来做一个总检讨，你没有检讨，台湾十年后还是站不起来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谢谢。去砍七天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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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拒绝党义，拒绝党义，顺应民意，顺应民意，拒绝党义，拒绝党义，顺应民意，顺应民意。我真的要讲，今天从南到北，这么多的劳工团体来到这里，为什么？我们看到蔡英文在1月4号怎么讲的？七天假不会砍，如果劳工有任何权益的受损，七天假不会让它过去。但是今天呢？今天呢？蔡英文那边亲自下令，今天就要把假砍掉。我们看到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，是拿什么来面对他的选民，拿什么来面对这些他过去承诺过的劳动？谎言，听到没有？我们真的要说，今天这么多的劳动团体站在这边，今天这么多的劳动朋友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冲撞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民进党跟国民党完全没有两样，对不对？对。蔡英文选前可以讲得那么好听，可以讲说七天假就是要还给劳工，可以讲说劳工是他心里最软的一块，结果呢，面对他最软的一块，就是用这么多的警力来阻挡我们，来阻挡我们这些劳工的声音。跟大家报告，工作团体从11月4号开始绝食，到今天将近32天了，763个小时。我们真的要问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，民进党哪一个官员、哪一个委员，甚至总统，有人看过我们绝食劳动？没有。只会在媒体上面放话，只会跟记者抹黑，这个就是鹰派的革新吗？这里就是别的台湾了。今天我们要讲七天假的案子，在整个社会，不管是经济层面，不管是民意的基础，都反对砍掉劳工的七天假日。我们真的要说，如果今天民进党党团还是要应战，如果今天民进党的委员连他的道德勇气都没有，连一个作为民意代表的羞耻心都没有，蒙着眼睛捂住耳朵要跟柯建铭这种党团应战下去，那我们真的要讲，民进党只会更沉沦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我们真的要看，过去大家都说国民党烂到出了一个九花总统，我们真的要看蔡英文什么时候低于九花。我来个头啊，拒绝党义，拒绝党义，顺应民意，顺应民意，拒绝党义，拒绝党义，顺应民意，顺应民意，拒砍七天假，拒砍七天假，拒砍七天假，拒砍
地产青年家，地产青年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展开我们举牌的行动。现在立法院里面，等一下会先进行党团协商，不过我们的行动会继续进行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手上拿的是68位民进党立法委员，包括他的选区，包括他的姓名，以及上面写的。我们呼吁这些委员，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是民意代表，代表他选区选民的名义，那真的在这个时间点做出一个符合民意的决定，而不要去顺从这个图利财团伤害我们广大劳工的党意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先整队？我们请今天有到场的团体派一个代表，我们站到第一排啊，然后我们就整队开始我们的举牌行动。来，陆校，我们是调动一下队伍，请各团体派一个代表啊，理事长也可以，会长也可以。那个好，我们待会举牌行动很简单哦，我们先，大家先可以放下，没关系，休息一下。大家可以放下来，休息一下。那个我们待会举牌行动，因为今天据说9:30开始朝野协商，好、哦，协商到底协商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然后协商之后，民进党他，好、哦，民进党他到底是否会硬干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一样在那边在场外进行施压。所以现在好、哦，我们待会的举牌行动是这样。68名委员，我们会同时间一起举起来，好，然后是用苦战举牌的方式来要求说，民进党委员来面对到民意，不应该用这样的强硬表决来把战士砍掉。所以现在我想麻烦媒体朋友，可能要请大家往后退，我想要把队伍散开。然后我们的参加举牌行动者，我们会戴上续砍价的这个口罩，麻烦那个。警察朋友，这个保护一下没安全。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待会哈，我们的队形就是站开一点，好，让大家的待会大家都尽量是把手举起来的哈，前面还是一样，好，不用举高手，前面的话就是举到这边，好，对，然后后面的话可能会需要举高一点，所以。后面的朋友齁，就是手酸的就轮替齁，但是我们希望是，所以我们美女还在这边，我想再散开一点，然后我们把那个前后距离拉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往前站一点，前面一两排的大家往前看个一两步，然后把整个横幅也拉宽一点，然后呢，对不起，第一排坐掉了。没事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原则上一个小时休息一次，好，一小时让大家休息一次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不断的用那个我们的扩音器放送我们刚才讲的拒绝党意，为顺应民意，协作反家中走。好特别哦，谁手上拿到那个柯建铭的牌子？吴秉睿的，柯建铭牌子到前面来。吴秉睿的牌子，陈英的牌子，拿到前面来好不好？朱家权的牌子，朱家权的好，拿到前面来，拿到前面好，第一排的，放中间。对对对对，交换一下。好，来，陈英就在这边，来。好好，对对。那个陈经过来好了，中孔在，好，中孔在也在前面，魏华委员会嘛，劳动立委嘛，来，那你，好，啊，林静怡，来，魏华都往前面，吴颖瑞也到前面来，来，王龙山往后面，
我已经早去游泳了。晚上游游泳吗？那个，来，我们这边旁边工作人员哦，可不可以去搬板凳过来？好，我想让最后一排可以站在板凳上面。哦，待会。哦，我们现在排练不用急，大家先稍事休息啊，等一下整个排练再拉起来。劳工还叫不适合被要见的，见的是什么？妈了个逼的，都一样，还狡屁哦！三人进水里，招本三人去他死的，凶手是小产。好，外劳本身不见得是问题，但是廉价被剥削的外劳才是真正的问题。你们这些老板带的坏蛋！好，我们现在先举一次看看哈，看可不可以大家68名委员是否都可以举起来哦。来，后面朋友，待会会有反对。老板看你们的贱，坏人太多，你们是笨劳工，被老板带的这个样子，没有一次抗议成功的，王八蛋老板。什么外劳不是外籍？好了，那个我们稍微好，大家现在放下一下。外劳太多，我把纪要，我把魏煌叫过来哦。魏煌委员，放炸弹。手机。来，那个魏煌委员拿到前面哦，杨耀，杨耀，大家看一下自己牌子，杨耀在哪边？哦，杨耀到前面来了，换一个。吴坤玉拿了哦。来，林静怡有了吗？哦，林静怡。好来，吴玉琴，好，到前面来。然后中统至少这么多有了，黄秀芳。黄秀芳，好，好第一排除了我刚刚念到的名字之外哦，再留下来那个柯建明、吴炳瑞，还有朱家权，好，然后其他的先往后面撤，好不好？所以留下来的只有前面第一排，前面第一排放在地上的只有十